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钟，我是 Nikki。今天呢，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，那就是 Nikki 要回国了。对，看我已经在收拾衣服了。我回国了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。没撒谎。你回去我都舍不得啊，我一个人待着好无聊的。哎呦，嘴角不禁的上扬。我回去你可以找孔子学院的小姐姐玩了。你看你，你要表现得这么开心吗？我不找别人，我都好好的拍视频。其实我们来非洲也很多年了，像 Nikki 呢，他已经来多哥有六年了，一毕业就来了这边。从疫情开始，我俩已经三年没有回国了。然后现在政策也好多了，就是回国也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了。可能大家都在问，为什么小钟不和 Nikki 一起回去？他回去是有任务的，他要去参加一个闺蜜的婚礼，然后顺便的学习一下全过程是怎么样的，避免到时候我们俩结婚的时候稀里糊涂的。当然还有一件大事情要处理，等 Nikki 回去你们就知道了。哦，你这东西也忒多了吧？还有呢，这只是一些。平时 Nikki 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我没什么衣服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没衣服。这些都是他的衣服。都是的。还有呢。还有一个柜子。还有啊。这些都是我不怎么穿的，但是哎，我也不想带回去，但是扔了又可惜，到时候你搬家也很难搬的。那要不我们去摆地摊？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想摆地摊了，一直没有机会去摆地摊。你们上一次去摆地摊都不带我。哎，我不想让你这么辛苦嘛。那我们去哪里摆地摊？我待会儿带你去一个地方摆地摊，那地方超级好，人又多，而且全是马达姆。你知道马达姆消费力又强吗？还是你了解马达姆啊？那必须的呀。哎，走吧。我感觉有点怕怕的。你怕卖不出去是吧？不是，我觉得他们会说。那会怎么说？他们也是。你的帮手怎么还不来？帮手还在路上。要不是你，我肯定绝对不会来干这种事情哈。脸皮不够厚，等一下嘛，等他们来了。有一句话叫做脸皮不厚，吃不到肉。完了，风水宝地被抢了，可是我又不敢叫他们走，怎么办？宝宝，你的风水宝地被人占了。不说，不说。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潜在客户啊。哎，保罗。你好，我们的小摊已经支起来了，兄弟们。你这样的活不活？还有库里的球衣。库里球衣也卖啊？哪个鞋子一千？阿美雷莫内啊，亚巴莫内啊，可以可以，一千可以。你要吗？我要。好，给他。送给你们，你们喜欢的也可以自己拿。Nikki 现在正在推销呢。400就400吧，给他吧。Nikki 来，钱买了一双拖鞋，400。拖鞋卖掉了。卖掉了。现在我们这个人已经越来越多了。谁问啊？你选。这个多少钱？苏雅，你觉得这个多少钱？2000。这个他要一起要的话，1000可以给他的。阿波啊。可以。这个和这个。多米方。哦，先生。宝宝来卖一双拖鞋了。宝宝，拖鞋卖了。这个你卖多少啊？2000。卖给他吧，卖给他吧，也不图赚钱。来，他说等一下。米歇尔他拿了个布，布卖出去了。卖给老婆的呀。谁我的房米歇尔？喂，谁米房啊？谁干米谁？谁普利歇尔？你是谁摩安歇尔？摩安歇尔。No， 谁布欧姆房布？干行的，来大爷谁干行的？为啥米房？宝宝，你对这个卖多少钱？是啊，爱藏1500。米先生。现在我们这个生意已经很好了，大家都已经围过来了，都还没有下班呢。我想的是下班了生意才好，没想到全部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。这500了，我买我的手表。这个是布的啊，1000呢，卖。他只有500，他是卖什么的？他卖番茄的。没关系，卖给他吧，他也不容易。没关系，山上谁帮忙的？他要皮带是吧？他是在说什么白的？给他吧，他们都是没什么钱，没关系。好吧，好吧。对，谁帮？谁帮北地啊？没事。不说吗 ？Mam 大爷。这个是风油精，他是麦尼甘蒙西诺啊。你跟他试一下。
撒白了风油精，刚我在头发地给，我买头一岁，东个撒把费你。风油精卖多少钱？500嘛。啊，没事，来风油精。我感觉我可以去批发风油精来卖了，他们很喜欢风油精的，可以把那些衣服拿起来，你们举着举着，他们就会过的。我们这里成了整条街最生意最好的地方。啊，好多马大姆过来了，宝宝。三上。我马大姆要一 c 验一下啊 ，Ronny Ronny。喂 ，Ronny 马大姆，哇，人太多了，兄弟们，直接爆了。裤子买了吗？他付钱了吗？哦 ，OK OK。是卢布马大姆吧耶？啥？来吧，卢布，三十米款。马大姆要套买这个布 ，OK 我。我等下呸 ，OK。宝宝来买了个布，直接是抢购啊！第一次遇到这种 Niki 出场就是卖得很好啊！哦，雪山，来找500，找500德米，喂，是 Nike， 哦，是这样的，喂，上次也没放，上年找1000，这马达姆已经收获满满啊！什么？哎，库里卖1000吧。上次一岁 ，for on the way， 萨拉 ，gask， 哎 ，met 和，马西亚，马西亚是，马大姆，嘿嘿，罗尼呀，啊，马大姆罗尼，是卢布啊，卢布，喂，塞布，这个多少钱？3000吧，卡密了。卡密了，是 speaker avec Bluetooth， 不大不了。沙拉是德米先生，米先生。沙拉是方便。德米先生 avec 啥 ？avec 啥？哎，宝宝，鞋子卖掉了。这个马他们都买了。还没有。啊，他们。沙水先生。啊，先生，风油精先生，沙水先生，我是 ，le médicament。马达姆竟然要尝试一下我这个腰带，我的天！先翻翻工厂，先蹦了，五阿姨啊，赶紧对，马达，玉米先生，这个帽子也是山上卢布，你们俩一人一个算了。明天可以了，明天不来了，是圣罗莫奥洲队，欧洲队，圣罗莫奥洲队。哎，已经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卖了很多了。宝宝找钱，他要这个，两千。给他吧。OK。谁蹦？三水先上朋友。三水，找500。可以，我觉得你们以后真的适合做生意，太适合了。哎，以后我从中国给你们批发一些东西过来，然后你们来卖。我觉得这个帽子也很好。这个帽子也可以送给你。这个帽子可以的，好看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很好玩，就是你这样子能够跟当地的马达姆打成一团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们非洲马达姆不喜欢黑色东西。嗯，他们喜欢亮的。跟我们不一样，很少穿的。就不好，原来是的吗？那些马达姆都还在问你明天还来不来，明天还来不来？因为他们说他没带钱，没有带钱来啊。哦，辛苦了，怎么样摆摊？就是又兴奋又心疼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其实还好了，他们本身也没有多少钱，主要是好玩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加转发哦，拜拜。